这是前辈，这是前辈，青衣王者来了。哎呦，接下来这个连环尾，请你第一年来过，他很可惜，他是第十名。哎呀，这个是最可惜，就差一名之差。不知道他再来的话，等下上来媒体问他什么。没有变，没有变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莲花尾工作室的训练生莲花尾。哇，老板亲自来了，老板亲自来了。来吧，老师们。小莲这里，你有设想过如果最后成绩还不如上次怎么办呢？哇，很扎心啊，直击心灵啊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多多祝福我吧，好吗？讲点好话，吉祥话讲一讲，好不好？祝福你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